南泉会所启动仪式正式开始。慈济在深冬耕耘第六个年头，在即墨终于有了会所，物资装修等费用都是深冬各地志工随喜捐助，新春活动近百人回家团聚。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共同来为新家祝福，我相信我们的大家长更期盼孩子长大成人，期待家里和睦，温暖人心呐。志工把会所当家，在还没有家的时候，读书会、社区活动都没有固定场地，寄人篱下，颠沛流离。以前我们山东志工的这样的见习的活动呀，和一些学习呀，我们都是到外地去租场地、借场地，大家在心里面上呢都比较漂泊。去年的时候呢，拿我们的会刊呢、要去找这些企业家嘛，就是招一些那个企业进来嘛。结果翻，他说你们在哪里？我就一直翻到我们的月刊，结果居然找不到我们山东的家的地方地址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赶快把这个会所弄起来。山东慈济人双喜临门，临沂也有新会所启用。感恩慈济路上所有家人们的大爱付出。志工感谢领导及企业的大力支持，发展提供殊胜道场，共同精进。大爱新闻，这是美志工，山东报道。